这是一个情景剧的表演。俗话说英雄救美呀，我们看看他的故事情节。一个歹徒在抢包，见义勇为，三拳两脚，上场表演的是香港武术司马打队的队员，哇，果然两三下散手。看来这个歹徒还是比较凶悍，一个背摔。这就是我们每一位习武的人都应该做到，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武德，武术的道德，习武要对社会有用。一对三的对练，那么总共几个对练呢？有徒手对练、器械对练、长矛器械对练。现在大家明显的看到场上进行的是徒手对练。什么叫花拳绣腿啊？你看一拳就给他打倒了。看见吗？他把霹雳舞加到了中国的武术当中，但是仍然没有变成武器啊。一个暴雨摔，又一个摔法，所以中国武术啊，踢打摔打是中国武术的最基本的手法。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有兵教，性乃知，教之道，贵。那么刚才的受伤，那么这位又给他医伤。所以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武术的武是由两个字组成，是止渴。所以我们说练习中国武术不仅是锻炼了身体，更多的是提高了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观众朋友，鼓鼓掌吧，为我们自己的武术鼓鼓掌，谢谢各位。看看三位正啊。武术教育了他们，也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武术的练习者。睇完精彩刺激嘅，而家有莫婉莹同埋张红棠为我哋表演《杏林流水太极拳》。这悠扬的小提琴，把人们带到了一种意境，一种美的意境，一种享受的意境。刚柔相济，连绵不断，是太极拳的特点。迈步如猫行，运劲如抽丝。所以很多外国朋友把中国的太极拳誉为东方的芭蕾，它像芭蕾舞一样，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在这种享受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Yeah!
我知道香港對練隊咧喺世界上係非常之著名，幾乎每一次出賽都係前三名翻嚟嘅。他们前面现场的无数无数的对练的队形，像他们光谷不仅有徒手的队员，而且还有器械队员，有双人带领和多人的队员，他们现在是一对两的队练。对练的你说是一起来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安排好的套装中，把中国武术的这种技法运用到这种表演当中，那么它包括了枪术的特点和刀术的特点。嚟緊嘅係百兵之秀集體劍嘅演練。剑似游龙，刀能斧虎。那么剑的速度变化非常快，剑法也非常明显。由于剑是中国短器界两面刃的一个利刃的器械，所以它通过的各种点、刺、撩、崩等动作构成的套路。是最早的出現的兵器之一，步法非常之靈活，招法多變，是一種很實用的劍法。接下來為他加練的是馮詠詩。那麼劍術呢，我們從他的劍術上解決劍法，分為長嘴劍、短嘴劍、行劍和戰劍。那麼一般来讲，现在场上运动员比较注重的行劍，它速度比较快，变化比较多，通过各种的步行和步伐表现出，所以现在场上运动员表演三节棍。三节棍也是中国传统武术长器界的一种，它通过了步伐、崩棍、撩棍等等技法，结合了各种武术的各种功法进行一个套路。所以通过场上运动员的表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武术的基本功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它包括了腰功、腿功、旋转、平衡、翻腾、跳跃等等。所以我们说练拳不练武，是到老一场空啊。该拳同拳的演练，一个是花子拳。现在是八极拳，八极拳是力量型的拳术，它是源于中国的河北省。八极拳呢，一般就分为大八极、小八极等等。鹰爪拳。技法做不同的套路。We will have more exciting programs to come, and now we wish to present prizes to the winners. 首先，我们颁发的是飞手冠军杯。在此，首先感谢新闻中国体育研究所赞助这次比赛的所有的飞手奖杯。We wish to express our greatest gratitude to the Hanlun Institute of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Limited for sponsoring the prizes to the Push Hand Cup.我们有几位飞鼠冠军奖杯的颁奖者。首先，第一位是新闻中国体育研究所
李书慧代主席钟先生。 May I firstly invite Mr. Chao Zhongqian Raymond, Acting Chairman of the Hanlun Institute of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Limited. 谢谢钟先生。首先是第一位得奖者许艳茹，女子 A 组52公斤级。 张林珍，女子 A 组56公斤级。谢冠宁。 女子 A 组60公斤级。好，各位在座的，接下来是我们颁奖的是新闻中国体育研究所常务理事刘世林博士。 May I now invite Dr. Lou Shili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Hanlun Institute of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Limited. 得奖的是黄凯琳，女子 C 组48公斤级以下。 江卓，男子 A 组52公斤级以下。